羽绒服被烟烫了个口子，或者被刮破了，不要扔，可以用羽绒服修补贴，尼龙防水材质，撕下喜欢的图案，贴在被刮破的地方，用热水瓶滚两下就补好了，一天以后就可以水洗，冲锋衣、雨伞、雨衣、背包、帐篷都可以用，怎么抠都不会掉。